Hello，今天我没有戏，然后想出去看看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。然后今天外面天气也特别特别好，大太阳，还特别，也不是很热，所以今天带大家去看看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。我现在来田子坊，因为好像这里有很多小吃，然后有一些当地比较特色文化的一些东西吧，所以想来看一看。因为我小时候来过一次，但我也忘了。哇，人真是不少。今天太饿了，本来想先收上期之后再开始跟大家分享，但是我真的忍不住了，所以我想先吃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饿的不是我，我要来吃了。有人不是都想看我吃东西吗？对吗？要不要吃？想得美啊！吃了，真的好爱吃蛋挞呀，怎么办？蛋挞是我最爱吃的甜食，没有之一，所以我家的猫没有叫蛋挞。那我不想吃我家的猫啊！不好意思，蛋挞我要吃你了。按时吃饭，不能盲目的去减肥，是为了减肥就不吃东西，这样是不好的。还是要吃东西，虽然像我这么爱吃、经常吃，但我也会适当的去做一些运动。我想先吃蛋，但是忍不住想吃电脑看，不想吃牛腩面，哇，好香啊！我好满足，我觉得能吃饱饭真的是好幸福的事情，希望我永远都能吃得饱饱。等我以后时间有的多的话，我一定要想办法如何成为一个美食博主，还有旅游博主。它这里的这个滑蛋炒也特别好吃，对啊，这次我真的要继续吃了。然后大家如果以后有什么推荐的美食可以告诉我，然后我要去吃。没事了，我们现在已经吃完饭了，是超撑超饱，我们吃得很干净哦，所以以后大家如果要吃饭的话，点多了也没有吃完，因为浪费量这是不对的。然后我们现在准备去武康谷看一看，去那里逛小店，然后去那里走一走，拍拍照。好，那到了之后怎么看吧。我本来想来这个康大厦拍一些照片，但是正好赶到最近这里在装修。我跟你说，中午吃了超多，但现在我又可以吃。我真的很喜欢。哇，这是奶油。我刚刚吃完那个甜品，我的肚子现在真的是啊。我跟你说，中午吃了超多，但现在我又可以吃了。虽然我现在真的撑得要死，但是我觉得还是能吃得下吧。好，最后一站我们来外滩了，因为我是前天还是昨天杀的青，
然后今天想来就是有时间来逛一逛看一看，然后明天就要回北京了，所以今天呢把上海再好好的逛一逛，最后一个晚上来外滩走一走吧。其实我就很小的时候，我小学3-4年级的时候来过一次，就是来过上海，那是第一次来上海，因为我爸爸当时在这边工作，然后一到寒假暑假就会来这儿看爸爸。哇，第一次来上海的时候感觉这就是一个好大好大好繁华的城市，就也从来没有想过未来有一天会在这工作，会在这拍戏吧。